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75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09年推出的童子军级的玩具，它的名字叫做散射。那么它是我从网络上买的一个二手品，没有盒子，只有说明书。那说明书的话呢，之前的这个卖家保存得很好，还用一个封套呢把它封得很好。但是价格的话呢，确实是卖的比较贵，但是也没办法了。台币是899块钱，也就是900块钱左右台币买的，大概是他当时原始定价的3倍左右了啊。但是呢，因为从来没有玩过这个玩具，而且呢，这个按照卖家的描述保存的是很好，那确实拿到之后啊，关节各个紧实程度都是非常好的，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消费，但我还是买了。毕竟这些劳务有它的一个情怀啊。那我顺便提一下好了，这个我下单之后的隔天，在台湾的一个脸书的网拍社团里头，居然有人丢全新的异色版，500块钱台币啊！这个当时我也没喊到了啊。就总而言之，anyway，就是这款玩具就突然出现，那我就把它给下标。童子军级呢，是比 Deluxe 等级呢还要再低一个等级或是两个等级的玩具，相当于前一阵子的这种指挥官级了啊。那个时候09年的这个童子军级的玩具呢，都是非常优秀、非常精彩的啊。我手边还有留几个，比方说这个蓝色的破坏者啦，还有红色的这一部这个什么老爷车的，上面很多灰尘啊。这个我已经很久没有把玩，都是以车形态呢做一个保存，以及我个人最最最最喜欢的啊这一款叫做劫掠吧啊。它是一个有蒸汽朋克风格的一台这个飞机，非常非常的棒的啊。这个09年时代的这些童子军级的玩具啊，到现在都是非常精妙的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实际上把玩到之后呢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简单了啊。但是呢，也只能说没有达到我预期那么高，但是也不是说它很差啊。那么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细节啊，这个绝对是可以大大的称赞。我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注意到它的一个面雕，非常非常的、非常非常的精细。可能它两层，就是内黑色的头盔里头是金色的这个面部，还有里头还有分色，更加金黄色的一个眼珠子。然后它这个造型有点像橄榄球员的这个头型，圆形，对不对？然后加上这个保险杆什么的，就是。反正看上去呢，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战斗的家伙。那附带的是两把枪。那这个枪的话呢，它是有点意思啊。它这个地方锁扣是锁扣在这里，啊，这个地方是扣住的。然后它这里多出一个凸柄，就是要让我们的手呢，这个爪形的手呢去放的。但实际上扣是扣这里哦，枪可以拿下来。而它这个枪拿下来呢，还蛮妙的。你直接往上拔，拔不起来，你一定要往左或右。啊，用一个扯的一个方式呢，才能够把它顺利的把它给扯下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这个前面这个头啊，是有做出一个，就是会让你拔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那种凸啊。然后呢，所以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扣上去之后，基本上呢稳定度非常的好啊，根本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，是不太可能的，绝对是难分难舍的。那腰身还可以转动啊。在这种这么小尺寸的玩具呢，是非常难得的。那外白内收的话呢是没有，但是它利用这个地方这个球关啊，直接是取代了两个关节的一个作用。那脚的话呢，这里看上去好像给白，其实不行，但它脚底板大到一个不行，巨大无比啊，基本上站立性呢是完全一点点都不用去担心的，非常非常的好，你甚至可以再往后再站一点，对不对？它还可以站得非常的稳啊。那简单的说，就细节很好，关节呢保存得很紧实，头雕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特色，那也没有什么空洞吧啊，那个时候的玩具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良心了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呢，从这个两侧的话，这两个有两个这个卡扣，把它给松开来。松开之后呢，把这个部件后面跟这里啊，本来这里这个凸啊是要扣进这个凹的，我们就顺势把它给推开，然后这个地方往这边转过来。翻下来之后怎么做呢？我们把这个地方翻上来，到这边，推到这里。我们先把这个手的话呢，弄这个方向可能比较好看清楚吧。它这个手的话呢，这个球棍要不先别碰掉了。它这个手的话呢，是要把它给完全的折下来。它这里是要完全打一个，完全打到平的一个角度，这样下来。
然后呢，拳头的话呢，这个拳头是往内掰进来，藏到这个蓝色的这个板子的下方，啊，这是它标准的一个变形之后的一个形象，然后这个侧边来讲就把它扣上去，大概是这个形状啊，各位知道一下。那翻到这边转下来，这 to 跟 on 呢，等一下是要做一个结合的，那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总而言之就是这里，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完全全的打一个非常非常结实的90度。打下来，然后这个门板手把它给打开，这样完全把它给打下来。哎，这么难掰是吧？掰下来，然后呢，拳头收进去，两侧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。好，那么呢，这个是成为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尾部啊。那我们枪最后再转过来，那这两脚的合并就更简单了啊，就非常 easy 啊。这个两侧的灰色部件往前面啊推到底。那么这里在组合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上下错位去咬合的。那一旦扣上去之后啊，要打开呢，真的不太容易啊。你要再把它给搓出来的话呢，真的你需要就是有一点专注度才能够把它给扯开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真的不容易。然后侧边这里有一个凸，它要扣进这里面有一个洞，那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呢去把它给扣进去就行了。到这边，这个官方的玩具呢容错度还是比较高的啊。脚的话就把它顺势把它推进去就可以了，它的变形很简单，非常简单，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。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正常是要转到前面了啊，你要往后开炮的几率应该不大啊，并不是开着车到街上就有人在后面追杀你，这个机会呢并不多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啊，尽可能的就是把它给弄密合一点，但是它蛮容易去爆开的，蛮容易去爆开。好吧，完全变形到位的时候呢，滚动性是非常一流的。然后呢，我要提一下，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在网上给我留言，他说呢，他希望我推荐他几款带铆钉的官方的玩具，适合推车的玩具给他。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跟他推荐啊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说大概10年前的玩具应该都可以吧。他说现在都很贵啊，这个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后面怎么接话了啊。就这个，你要我推荐打铆钉的轮胎、打铆钉的玩具给你？对啊，我回答说10年前的玩具，这个答案应该很明确啊。那他的话呢，就是后面这个地方空洞啊，是他可能是比较明显一个缺点而已。其他的话呢，他的一个后方都有一些细节的刻画。那前面的话呢，是一个这个应该是清除障碍用的一个装置。那其实它本体看起来像一台货车。那这武器的话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可以把它给拿掉。那拿掉一样是往左或右扭一下才能够把它给扯开来。好，这是它一个货车的一个形象。但是我是这么觉得了啊，虽然在老肖的影片里面说它不是军用车，但是我怎么看它都像军用车，因为它前面有这个东西，然后侧边这个。我的感觉吧，这不可能是油箱吧？怎么我感觉它像是强化的装甲，是不是？虽然它上面打一个叉，看起来好像油箱，啊，我觉得它好像是这个战斗用的一个车子，对不对？还弄个武器在车顶上啊，不管了，反正这个也不用特别去深究它什么车，反正就是，人形跟车型的细节都是很饱满、很扎实的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再次的呢，把它跟这些啊。2009年时候这种 Scouter Class 这个童子军级的玩具呢，我们就再次的一字把它给摆开啊，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收藏品。那么玩具的话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也不一定要做大才好玩，你就是做的小啊，就这样小小的，然后变形啊也不用说非常的复杂，造型呢也不用说到非常的完美，就小小的这样子，然后适合啊，放在桌上啊，有时候就拿出来掰一下、玩一下的，这个疗愈的一个感觉可能也比较丰富一点点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大家呢分享这一款老物，2009年的童子军级的散射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